最近 JYP 对子瑜的不专业行为引起了粉丝的愤怒。具体来说，日本 DVD 单曲 MV More and More 的幕后花絮中，子瑜的画面被排除在外，工作人员马马虎虎的后期制作让粉丝们不得不为正义发声。面对来自 ONE 社区和子瑜粉丝的强烈谴责， TWICE JAPAN 为错误道歉，但道歉态度却再次受到粉丝批评。此次不仅粉丝非常愤怒，子瑜的母亲也表达了她的不满。她在推特写道，我很困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大公司怎么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？在另一篇文章中，子瑜妈妈补充道，遇到错的人转身走开，你是个聪明人。这也让子瑜不续约的传闻再次传出。有粉丝提出，在与 TWICE 合作的过程中，子瑜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成员。尽管她的视觉效果最好，但在 MV 中出现的时间很少。出道以来，子瑜参加的综艺不多，个人活动有限，尤其是在音乐领域。即便近日被选为时尚品牌 JOKER 的缪斯，但影响力却没有很大。据悉，粉丝曾多次要求 JYP 不要浪费子瑜的潜力，给她更多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气场。爱豆韩舍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